同学们上课了啊。同学们好，恁的网课搁家都上那长时间了，今儿个我就考考你们上网课上的咋样。我觉得我的网课学的不咋好耶。我也是嘞，但是应该比你强点。不可能，东东，你网课学咋样？咱上网课了？上了呀，你没上？哎呀，俺天天上，你没上不？怎么呢？我咋不知道？完了，你开学肯定得考两分。没错，肯定俺上网课的时候你在睡觉。那今儿个我就来考一下你们的英语单词啊，我读英文，你们念中文。二婶，那放马过来吧。好，第一个单词，屁。屁。屁。没人放屁啊？东东，你放屁了吧？我要是放屁，早就臭了你了啊！哎，也是了，没味儿。我说的英语单词屁啊，姐，我咋不记得有这个英语单词？屁，我也不记得学过这个英语单词啊。屁，你们都没学过吗？我给你写过来啊。P-E-I。 嘿，这不是念屁吗？妈，哎，不是，老师，这个钢笔，嘿，这个不念屁。哦，那下一个 ，OK。OK。妈 ，OK 吧？我知道 ，OK 是好的意思。不是好的意思，是橘子。橘子。橘子不是念 orange 吗？对呀，拿来一个 OK。二人呢，你真逗。那咱念第三个啊，白奶奶。白奶奶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说。你本来奶奶吧，奶奶都行呗。跟奶奶啥关系？这是上英语课嘞。对，我说的英语单词，拜奶奶。那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这网课咋上嘞？香蕉。啊？我妈妈。那不是拜奶奶吗？妈，俺老师都教过了，香蕉香蕉不拿的。就是嘞，你那瞎胡教哎。好，咱听下一个啊。滚你妈的！滚你妈的！妈。不学了？哎，咋了？你咋不学了吧呀？二人呢？你教都教英语，你咋还骂人呀？对呀，我也不想学了。我也不学了，走吧，咱不学了。哎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急。妈，你过来到底是啥？奶奶。哎，你看二人的还骂人，这都没法学吗？不是嘞，我本人这个英语单词念奶奶。我知道了，是 grandmother。给你妈的，这念的意思不差不多吗？妈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哦，那我考的最后一个，八个。八个。啊！英语都没教明白了，还教日语？走吧，走吧，走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估计俺妈又读错了。对呀，到现在一个都没读对。妈，你到底分啥意思啊？这个我绝对没读错啊，就是八个。英语八嘎，我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这恁都不知道网课咋上的？楼栋，楼栋，那是 bug。 丢人了。哦，最后一个我肯定能读对，大哥。大哥啊 brother。 我说英语叫你说汉语嘞，你说啥英语嘞？欢欢啊，英语大哥。俺上五年级了，俺没学。我上三年级也没学，我在幼儿园都没学。哎，恁咋学的？给恁个提示啊，这是一种动物。动物？哦，对，家家户户养的都有。啊？不知道？哎呀，这都不知道。听不见的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